哎，都没人吗？都在挂网是不是？哇，回来啦！我又回来，我都是在晚上医院就发生那么多好玩的事啊，可恶！我要打卡，航班。哎，院长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画面。院长，院长，啊，是怎样？他怎么在跑院长在做复健，院长在做哦，复健哟。院长，院长你回来了，嗯，院长我扶你我好不回好？来休会儿。了。嗯，他不需要人家没关系，院长我扶你了。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院长你已经不要这样扶子一他，不天要了，扶你不他累啊？哟。对，院长，你完成你的梦想了吗？我跑完山了，我跑完了。阿信，然后你要走了，你要走了。我出于医院，我终于回到医院里。是是是是是。那院长不在，你们的院长是谁啊？我们代理院长吗？还没有人呢、欸。嗯。当时院长是说要找钢铁人啊，可是看钢铁人还是没有回医院啊。现在有谁会知道大家所有人的那个、啊、病例吗？职位啊，职位就只有院长而已耶，所以现在还是院长嘛。对啊，小猫你要找院长吗？他爬进去了。哦，他爬进去了，好好好。对对对。小猫怎么没去拜金喵喵啊？小猫不是在那边兼差吗？他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对，十点哎，十点你要去吗？啊对啊，去看一下吧。小猫，你怎么没有在拜金喵喵啊？我怎么会在那？你不是有兼差吗？他没有啊。没有啊，怎么每个人都以为我兼差？我没有兼差啊，我只是去逛逛。误会了吧？哦，那腐女，我带你去喵喵那边，然后我继续跑新闻。嗯，好啊，去看看好。好，我去雇车。小心肝，你不看一下你们院长吗？也是齁，好。我刚刚想说，我咪回来看到院长在地上爬。哦，跟你说，刚刚我跟多多去山上看他从山上爬回来，你都不知道那个画面多么。我刚刚想去啊，可是医院一堆一堆单啊，刚刚。真的假的？刚刚超忙。刚就我跟多多啊，在那边看他爬下来啊。啊。那院长呢？小声小声哦，应该你会显在床底下吧？你可以打死一个人啊！好，我相信。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这个是上帝，这个是上帝。辛苦了，院长早点休息啊，不打扰你了。啊，好的。院长，你这样估计多久才会好啊？你的脚？不知道哎。至少我心满意足啦，人生成就吗？你说跑山这件事情吗？我想说，我妹，你是要去复健用那个脚要去复健的，没想到你是复健手啊。啊木有啊，那个复健手是一回事啊，我手没有坏啊，我坏的是脚啊。我想要的是我要跑山啊，你懂不？哦，我懂、啊。我想要的是我要跑山。那、啊、你成功啦，你花了几个小时？六个小时是不是？六个小时35分钟。6小时35分钟，哇！希望明天记者可以帮你下个好标题，你这个是鬼岛的世界纪录啊！我有很多个鬼岛的记录啊，环岛记录也是我啊，跑山记录也是我。什么环岛记录？这我怎么没听过？你不知道吗？我没听过啊！啊，那时候你那个这个岛还太少人啊！哎，哦、不对啊，你们有一次不是大家都去跳伞吗？我那次在走路环岛啊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原来是那次啊！他从北部走到市区啊，你不知道、啊？不是啊，那个是第一次我走路啊，那是我被绑架，另外一次是我自己去环岛啊。这么厉害，天哪！哎呀，难怪那个你这么有
福气啊。他超强、啊，好好休息啊，真的。我下午就看他开台，看着你这样环岛，我环山，我都讲不出话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六个小时轮椅。好啦，让他们先聊一下。啊，如果要做就是胸章或是钥匙圈，我应该就是把棒棒糖跟那个东西拿掉。你大嫂是谁？大嫂小五啊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他们一起出去啊？我今天都没看到小五哎、欸。啊，就哦，陈拜拜。前几天就出去啊。这边是在干嘛？没有啊，有时候会有人。是有个星星跳下去了。对啊，有时候、啊、最近都有人躲在这边。为什么了？为什么每次锁车都还是可以被打开啊？不是地上都会多一条黑黑的东西吗？你能不能警察偷我的酒吗？他要偷我的威士忌吗？不会啦，不会，好啦，我们去警局，我们去警局。超像。不要生气啦，我。超像姐姐带着这种身心障碍的弟弟到处走，然后没事情了哎、欸，这样也还好。哎呦，我要再问问题，就问在场的啦。因为兔子说现在炼狱发生一些事情，好像没有什么人气了，不人气啊，就是说如果出周边的话，感觉会亏。啊，一个是出那个啦，妹妹。啊，另外一个你们觉得要出什么好？哎、欸，我这个玻璃有点不对称啊。是，我给他打断我第三只脚啊！拜托你别这么堕落啊！东西，哎、欸，你好点没啊？不止医护啊，那个金变态他们全部每个人都来跟我说，他都已经颓废成这个样子，我也实在没办法才威胁他的。现在都上车。妈，你先去。紧急哦，我先跟老板娘讲事情了。啊，骑慢一点啊！骑、哦、慢点啊！还好吧？哎，哎、欸，看着你们背影，超像超像姐姐带着，就是。带小朋友啊？对啊，长很大，结果心智很小的。以前是他带着我、欸，哎，我也没想过。会变成这样子啊！男人最后一道防线被打碎了，就是这样啊。啊，我也不晓得、欸、其实他我知道他面对很多事情啊，但是他真的是一瞬间可能失去太多东西了吧？啊，我跟你问的那个问题，我什么时候找你复诊比较好啊？你等我去研究一下好不好？因为这个我真的没有碰过，我再去。看书没有概念是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也没有概念啊，所以你刚那么回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对啊，我只是把时间也不知道遇到的问题先回答你啊，我再去问问看。因为我大概上次月经来大概是六个礼拜多前了啦。六个礼拜多前，那是上个月的事情了。那你来的有点真的有点久哎、欸。
对啊，就是不是六个月，六个礼拜，我听我那个啊，我讲、哦、白痴哦，六个礼拜、啊，我想说你六个月肚子怎么可能，嗯，怎么可能没那个嘛？这我知道，所以我、啊、我想说问一下嘛，六个礼拜嘛。哦，好，好啦，在两个礼拜没有，你真的要去商店买个那个，看看有没有两条线了。好，我这可能啊，如果真的有的话，你决定要怎么办？负责我应该是什么？有人讲话是不是？来，发生什么事？就是我应该看情况吧。就是如果多多还是这样子，那也没办法，就嗯，我知道，我自己一个人过吧。不然啊，其实我也还没想清楚啦。就是我觉得你也知道，他现在变成那样子，然后我们当初分开，他也是都没变。总不可能说他颓废这一阵子突然怎么都好了吧，对不对？虽然他现在不会像以前那样子给我很多压力啊，可是那毕竟是因为我拒绝他了。是啦是啦。好啦，你们刚刚不知道说要进警局吗？是右边一直有一个你们家医护一直拿着望远镜啊。如果看他不开心，可以去打他。你偷听秘密嘞！最近好像胆子都很大哎、欸，真的。真的医护闲到没事做啊！好啦，总之就是先看看有没有两条线啊，有的话我再帮你做处理啊。我这几天再看看好了，好啦，我想啊，你也不要做一些激烈运动、啊。你两个礼拜嘛，大概对啊。再看看啊，你要可能要去研习一下，如果相关问题我再找你解决，不然我不知道院长怎么说好。我是有能做手术，我是有解剖，嗯、啊，剖腹生产狗狗跟猫咪啦，人的话应该也一样啊。喵。人类应该有点不一样。喵。到底是谁在我旁边？一定在这里啦。幽灵哦。都不见了。小猫，你在哪里？哎、欸，院长是你哦、喔。魔鬼在哪里？哎、欸，院长，什么事情在这里？我要帮那个、啊、套套降职啊，他今天被抓到啊。他怎么了？他不，好像绑架人被抓到呗。他绑架谁啊？我怎么会知道嘞、欸？我稍早好像有人过来说，因为没有、啊、套套，他是说他有那个，我今天有处理过 一场误会啊。哎、欸，学弟。哎、欸，院长在干嘛？还复健啊？院长还复健。把你搞这样子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哦。院长没有这么辛苦啊，真的。你们家院长真的不容易啊！就是他很辛苦，很伟大、啊。真的，真的，而且他一心就是为着医院啊。还好他手没什么受伤，其实也可以去做医生啊。他就是。等下我这个电话，这太明显，这太假了啦！不用学了啦，就不像哈。靠腰哦！哎、欸，你被骗了哈！我觉得声音大小不一样。哈哈是谁啦？点点是不是？什么是什么？现在连学长都不叫是不是？对啊，小心看我们出去讲。王八蛋！哎呀，到底多好，到底多好。没人嘞，好，狗的尸体啊，没办法，尸体，狗的尸体，对啊，慢慢清掉啊，啊，刚刚处理他们还被咬啊，难过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刚健康值被咬到，刚才去打破那个狂犬病疫苗，哎、欸，他们三个好忙哦，啊，他们三个好忙哦，啊，你他们在干嘛？快！
可能要这边聊啦。哎，怎么那边有出事情啊？嗯哼。那边怎么了？啊，那边啊。看，啊，那边怎么了？在那边啊。还有拖车。谁？他是谁？多多吗？金偷。不是吧？那看起来像，应该是金斯特吧？哎，你们三个，你们看得到前面是谁吗？他们三个在哪？哎，他们对，哎，四个啊！四个，我也要。等我一下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你到底在干嘛啦？你是有什么毛病啊？第一个看路啊！比较好，演习，演习。现在是公安演习，嫌疑犯即将出现。哎、欸欸，小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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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你说，哎、欸，你可以来这里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你可以上这里。怎么了？为什么来这里？啊？怎么了？可以让我戴安全帽。刚刚玩演习，刚没得听啊。这下玩完啦。为什么大家都排站啊？刚刚。他们说玩安演习啊，演习啊。在对面呢、欸。怎么没有撞下去啊？跑掉了，来不及照啊！有没有啊？啊，来不及照。可是跑太快了，那个望远镜跟不上啊。我的晚餐还没吃完，好了，我有点吃不下，而且还有馄饨汤，我的妈！汤上面够，没关系，还行啊。我说等一下，我先吃完我的晚餐。何必呢？白痴了吗？你在我旁边讲一堆，看你还穿，他已经是你的了，那算了。还以为你会有传给你、欸啊欸，可能会有，可能会有，没事啊，我们互相帮忙嘛，对不对 ？Yeah， 你只要帮我搞定那件事情，一定帮你想一些交感的啊，欸、交感。我剩一个人了。他怎样？他怎样？这是外星人吗？要不要试一下？干不是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怎样？没有。怎么了吗？有狗狗，啊、有狗狗，有狗狗。院长，车祸收钱。啊？包含抱你进去，总共10000块，谢谢。什么东西？跟我收钱？
太扯了吧？哪有人 A 哪有人 A 自己人钱的？我被肇事逃逸，你可以关心我一下吗？该负责还是要负啊？现在学弟怎么都这样子啊？当年说好的一踢退三步嘞，现在都黏上来了。我想要买跑车啊，学长，很缺钱啊。干妈，你想买跑车就 A 学长的钱，不对吧？哎、欸，学长被降职了啦！你就我跟你讲，你随便就一个人来，你就割他蛋蛋，你就有钱了，好不好？有库存，这还要学长教？啊，学长，我出事的时候你也不要对我做事啊！没有啊，我什么时候要割你的？我们最保护自己人，好不好？意外啊，意外啊！医务局不割医务局的。对啊。你们太科技冷漠了吧，这样子传的哦。没有，他跟我说秘密啊。哦。你要不要听秘密？好啊。你先把这只狗变不见，我再跟你讲秘密。我在努力了啊。还是可以这样子啊。你在我前面干嘛？平身请起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都错了，我错了，错了，对不起。砍两个手指头下来就可以了。来吧，这是一场。准备了。这次又来过你。六，刚刚带了什么东西？我、哦、这眼镜都放在那个面罩里面啊。哦，哎，我升职了耶。你现在才发现你的薪水变多是不是？不够。哎，所以汽油桶到底有没有用啊？可以撒地上吗？开枪啊，没办法试啊。对啊，上帝有卖打火机，会不会有用啊？哎，怎么掉了？你是要电狗还是电我啊？没有，公报私仇。没有，我刚刚准备浇下去，这个就掉了、啊。哎，它也是它消耗品也消耗太快了吧？DB 是车子啦，狗不行吧？对啊，删除载具啊，没有啊。酒店有人要去吗？酒店，然后一起去吗？去看看吧。雷你吗？你要去吗？你去啊，你去啊。感觉就是酒后乱性啊。哎，没有，还有另外一个，我去另外一个好了。好，那我去酒店。我去新的那个。哇操！干！怎么了？哎、欸，等等！哎、欸，是，这我的车。GPS 怎么是下面那个？啊？确认一下。不同人吧。看电话号码一样哎、欸，现在要怎么办？
你去下面那边，哎，人嘞？你去下面那边，我去酒店看看、啊。下面是南部的。对啊，我去酒店看看。那我去下面那个 GPS 位置哦。好。酒店。外面车都不见了哎、欸。是你吗？龙比海啸了。不是。他自己愿意被海啸的啦，真的假的？这你家那近，我们就在这里，不要走。他马上一分钟内就会回来。啊，懂，可以可以。哦，谢谢小新。德华，走吧。好吧。你怎么是倒在这边？有客人是不是？昏倒了。昏，喝太多吗？喉咙有点小声哎、欸，你喝太多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还没喝就昏倒了。还没喝就倒哇？你是跌倒吗？那你这边等我一下，我去。哎、欸，啊，大牛他们怎么没跟你在这里啊？我们不是都一伙的吗？没有上班啊。哦。小雨有，小雨有。有啊，我今天跟他买酒啊，4000块。你什么时候下班啊？我还没下班啊。对啊，我说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应该还不会吧？怎么了？没有，叫你来酒店喝一下。哎、欸，那个病院如果都没有人死的话，你都在干嘛？病院就站柜台啊。靠，这么辛苦啊！就找事情做啊。今天医院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？有趣的事没有哎、欸。哎呦、啊，医院楼上不知道有谁在极限运动。现在吗？稍早一小时前吧，有人在上面极限运动、哦，然后就出动了很多警力去救下来。为什么？我以为是你们，没有啊，就是他们好像下不来。是我啦。我以为是你们啊，我想说极限运动就只有你们啊。来随便躺吧，随便躺，挑喜欢的躺。这个曾经有性病的啦，应该消毒都好了啦，看你要当。不要不要不要。你应该打个点滴啊，你就只有小，对啊，就小伤而已啊，看你没有外伤啊，对啊，也没有淤青，没有受伤，好啦，那就打个营养针就好，不用点滴啊，感觉你饿昏了。这样营养打
打下去的话，我这样全部都补满了，是不是？我的体力什么？当然没有啊，我可以帮你包啊。要额外收费吗？可以算在里面啊。可是这样包多少钱啊？啊？没有啊，营养这样子的话1000啊，营养针的啦。哦、好哎、欸，好，好了好了，可以。哎、欸、啊，不对啊，你另外包500啊？为什么营养针你要算在内啊？可是你现在健康值没有满吗？好像一半一半哎、欸。好，那要看哪一个啊？绿色的啊，绿色是、那個。要看我的手环的哪一个、啊？手环的绿色啊，是你的那个啊，健康值啊。哦，满的，那满的。哦，对啊。啊，黄啊那黄，我这样可以下船了。可以了，1000块就好。我要给你钱。1000啊，1000。哎、欸，自己小心哎、欸。不会啦。妈的嘞。